深读一分钟，你的健康深读馆。前列腺增生是由于前列腺体积增大而引起患者出现排尿异常的一种良性疾病。40岁以上的男性是前列腺增生的高发人群，到了80岁，患病率直升到83%。我是整晚尿尿，抽空你等一下，尿个尿都要10分钟。尿频、夜尿增多、排尿迟缓是前列腺增生常见的症状，得把全身力气都运去腹部才尿得出来。尿完了又来两滴，怎么都尿不干净。尿无力，还可能伴有尿系，尿不尽也是常见症状。前列腺增生容易引起尿路感染，导致尿痛，发展到后期还会引发肾积水、肾功能不全，甚至导致尿毒症。前列腺增生正规医院的就诊率却不到1/3，好面子怕丢脸的心态是就诊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深读是个宝，常看身体好。